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今天是端午节，然后现在差不多快到中午12点的时间了。我要很准时的在12点的时候来立蛋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立过蛋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。然后来看看今天可以立几颗？怎么可能？这里吗？哎，对哦，好快，再来。这样，我们现在是要立一排，是看一整盒十颗，全部给他，好难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立一颗啊，所以立蛋的由来是，立蛋由来，我知道，如果中午十二点就是立起来的话，今年的运气会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嘛。对。我立起来了！两颗了！我靠！我们现在是要立满满的就对了。